好香哦。嗯，好香啊。想喝这个。哦，这什么？压一个。那只水。冰的。有吃的地方，估计就他就得挨个尝。那有奥尔良烤鸡是不是？对，还是妈了解哈。嗯。你想吃那个奥尔良鸡腿吗？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你想吃吗？嗯。可以啊，真的。奥尔良鸡腿。点完就走，小吃货。谢谢。这个场面我经常经历。就是我们每次出去玩的时候，要是遇见小吃的了，我就搁后面买单给他拿着，挨个得尝一下。啊，大鱿鱼，我想吃。两根。又去另外一个地方吃了。你要辣椒吗？哎，梦梦，梦梦，梦梦，没影了。梦梦，你要辣椒吗？要。要要要要。两个都要。梦梦，给你。来，拿来拿啊！谢谢。哈哈。这咋吃啊？太大了。哈哈。也太好吃了吧！我试一下。好吃。都掉嘴上了，他好可爱哦！我是不是全吃脸上了？啊哈！嗯，我吃东西就不太干净，就是黄鼠狼进鸡窝，挨个咬一口。我是不是很会歇后语？然后我今天吃成这样。应该是男嘉宾已经吓死了，反而会觉得他可爱吧？我反而觉得这方面挺可爱的吧？看，